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 Interior Design 咧就帶大家嚟到日出康城嘅 Grand Montara 一個兩房兩廳嘅單位。咁今日我哋帶大家嚟到咧就睇一個休閒舒適嘅單位點樣設計㗎啦。Let's go。今次設計風格，我哋用咗簡約嘅線條去做一個主調啦。咁為咗體現翻設計靈感，我哋係用大自然嘅風格啦。所以咧，我哋係會用一啲木材、不鏽鋼同埋一啲石材嘅元素去做一個主調嘅。咁體現翻一個極簡嘅暖色主題。普遍大廳門口儲物櫃都比較普通，不過我哋今次喺儲物櫃設計上面就打破咗常規。櫃背用了水磨石紋磚和一個斜角的層板去打造一個抽象的呼應，圓條除了增添美感，也是為了避免客人出入的時候碰到層板，隱藏住心思和實用的考慮。電視牆今次我們採用了流沙石紋的設計，塑造一個有質感和原始的特色位。滲燈效果我們打造下去條子紋的位置，令到這個空間也帶出層次感。咁另外都為户主打造翻一個飾物櫃啦，咁可以俾户主放翻一啲嘅藝術品擺設嘅，咁營造翻一個生活嘅品味出嚟。主人房我哋打造咗一套五尺嘅牙床啦，亦都做咗一套曲尺嘅上頂衣櫃嘅。咁另外咧特色位置咧，我哋喺嗰個衣櫃側邊亦都做咗一套玻璃飾物櫃啦，咁令到女户主都可以放翻一啲手袋同埋擺設嘅。希望大家喜歡我們今次的分享啦。咁今次的裝修咧就大概用了2.5個月的時間去做嘅。如果喜歡我們設計的話，記得 like 我們 Facebook page、follow 我們 Instagram 同埋 subscribe 我們 YouTube channel。我們下條片見，拜拜。